玉姐那个时候说十四岁比赛对吧？这个同学十三岁就来了，天哪，很厉害！欢迎三位。我叫刘芷蓉，也可以叫我 Cindy。 兔子的个性很开朗，所以我希望我也能像兔子一样开朗的唱歌。我叫钟蔚云，狼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，而且它能动能紧，比较符合我的个性。我叫陈柔安，恐龙是远古时期的动物，我喜欢听老歌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住老人。我觉得他们三个都非常可爱，但是 But 他们唱出来的东西是有很大很大紧张的成分的。其实三个都很飘，我听起来的感觉应该改唱飘向北方。我觉得有一个状况，小朋友差不多接近青少年的时候的小朋友就想要长大，那我就觉得其实你不要急着长大，因为未来你有很长的时间让你慢慢体会那个长大的苦涩。真的啊，所以你应该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享受你那个时候该做的事，该唱的歌。那在这一次的选择里，我会选择让我听起来觉得最舒适。